感就是衣服不要选我，不要选我。真的没有声音。你们你选到谁？你们演戏演得太糟了。太好了，你们这演太好，对不起，我们是对大家都是演员。我们是精兵。而且依依最近是感情丰富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感伤吗？嗯。为什么身上你们那么多卫生纸？整个的衣服里面垫的全部都是卫生纸，全是我们那个拿一张出来擦眼泪嘛。我没有卖，不要紧张，真的塞在里面还烫。再塞，依依我们要加油，小心你的卫生纸哦，塞得很好，不要掉出来了。哎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好了。好，第四颗没关系，反正你再怎么样都比我都强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他是小孩子，不要伤他的心。你怎么会被人家欺负嘞？没关系，我大人有大量。他有大人有大量。小扣，等一下塞。加油！加油！塞卫生纸。哇！大力，什么大力啊？你心情不好是吧？塞得不够大，打大一点。因为你刚把他的那个讲出来，秘密讲出来了，全国观众都塞不起。你教以后怎么选美？我说他路上走还没。人家选美，人家说我跟你讲啊，塞卫生纸不错啊，上次你拉出来还是个白色袜子。所以这次有进步哦。手边有什么就先塞了再说。对，好，最后一颗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依依，今天怨气很重，你怎么了？火气大？依依呀，对呀、啊，好，两个加起来只有得到一分哦，那还不错啊，王一如还可以得到一分呢。那你是说我们依依太糟糕了？太糟糕了，不是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真的，对呀。二号，好，处罚的依依跟一路已经就位了，二号的插头要先插。4 3 2 1，恭喜你过关！过关过关过关了耶！过关了，非常恭喜，太棒了！好，过关以后我们可以打开二号来看一下。可以。7